和北京市差不多大的国家，石油储量是全中国的五倍，400万人口只有30%是本国人，有着全世界第一贵的货币。如果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的话，那么他们的富则是 Plus 铂金加强版。这是科威特，因为签证的第一级难度，我有幸成为了第一个拍摄照的旅游博主。哈喽哈，我是李新勇，现在我来到了环游世界的第105国，给我10分钟，让我们去开启这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有多神奇？我和这航班，现在凌晨3点半，为什么晚到了？我一点都不困啊，一点都不困，丝毫没有困意，很精神。刚才我入境的时候，就有个人在门口一直等着，然后拦住我，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纸，这个就是我真正的签证纸。之前我拿的一直是签证的复印件，因为这国家它这个签证类型不一样，它叫反签证。什么叫反签证呢？就跟咱正常签证是你自个儿去目的地国大使馆去办理，反签证的话是目的地国的人帮你在目的地国的政府本办理之后寄给你啊。现在是入境成功了啊，在这边必须要搞个电话卡，然后但是我连不到系统的 WiFi， 我得先想办法先连到 WiFi， 先联系下朋友。没有网说怎么才能连到 WiFi 呢？可能有这个卖手机的，哎，他手机上有展示机，完了交流不同，打开设置，打开这个 WiFi， 然后选择安卓共享一下这个 WiFi 密码就行，一扫码就连好了。无缝蹭 WiFi 啊，无缝蹭 WiFi， 嗯，完了就办个电话卡去。收了7D 呢，平均就是5块钱一个 G， 5块钱人民币一个 G。科威特号称是全球货币面值最贵的一个国家，就是一科威特的美元差不多等于20多人民币，等于3块多美元，所以这边货币非常值钱，而且物价也贼高贼高贼高。哎，为了入境，两本护照都带着，我钱一般在护照里面夹着。先换点钱吧。全球最值钱的钱，一颗硬币等于20多人民币，有这个是1/4块啊，这个是1块钱，1块钱呢又等于1000这个费勒斯是吧？它这个一个蛋一个点儿，这个就是阿拉伯数字50 Kuwait。成功出来了，成功出来了！哎呀，太早了这个点儿，找个地儿刷一，先刷到白天。哇，这个车我喜欢 ，LC300，就是这个后尾门不太有灵魂啊。哇，想不到这个天还没亮啊，现在这个感觉特别闷热，闷热。体感温度感觉有30多度吧，有30多。哎呀，不行，必须得找地儿休息了。虽然说现在刚才过关把我办精神了，但是明儿早上就废了，得找地儿凑合睡一觉。按理来说天不亮应该很凉快啊，但是选了个天桥底下不行，这个地方还是太热了，没有风，没有风的话这个 人一会儿就晒化了，太燥太燥了的天气。哎，不行，我还是回机场里边吧，起码不热啊。其实这边是有躺椅，但是躺椅中间缝太大了，这个睡眠质量不算好，睡眠质量不好，你找个睡眠质量好的地儿，找了个防火门。嗨，它这门一直开着，反正出门在外嘛，脸皮越厚，睡眠质量越高，睡在这儿得了。哎，凌晨的航班呀，就是睡也不是，走也不是。哎，先刷一觉到天亮，天亮明天见。还是要睡眠质量高，能睡得跟在家里面睡一样，他要在门口的躺椅上睡那个难受死。接下来展示一招30秒入睡，晚安。啊，九点了，这一觉睡的时间长呀。看看昨天是真累了，一觉睡到自然醒。他们给我发消息我都没听到。走，出发。爽，这一觉睡得爽，又找回那种就是去旅行去流浪的感觉，因为好几个月没这搭过帐篷了，虽然说这回没睡户外啊，但是在这个楼梯间找到那种感觉。现在这天气挺凉快的啊，现在40多度，过两天是48度，
都还好，没有超50度。嗯，这边热是怎么个热法呢？是它低温它下不去，哎，高温吧，最高也就这么高啊，也就上也就上不来了，反正也就这么高了啊。没超50度，这个天气还能接受啊，还热不死，还热不死。现在在机场，在这儿等等朋友，等朋友过来啊。天气热啊 ，very hot today 啊。Every day is hot. Yes, every day. Every day. Oh. Every day. Yeah, yeah, yeah. 这个老哥刚才 ，I'm sorry. 我刚才坐在这个位置，包放在那个位置，拍的粉在那个位置。他跟我说了半天，原来站在人家坐着了。We are welcome. We are welcome. Now I'll tell you about the temperature. Also, you can you can fry eggs. You know, fry eggs. Fry eggs. Yes. From where? From road. Yeah. You just once you see the sun. Wow. And you put. Dish, then you will add some eggs in the front of sun. Then you will see that it will cook. Wow, amazing! Yeah, amazing. Yeah. I will test. Yes. You see that? Yes, yes. 这个老哥他是开这个出租车的，因为刚才这一排有三个座子，然后，哎，我说他看我半天干嘛？他看了我两分钟，还上来跟我聊天，还儒雅说：“哎，你在这等人吗？然后你朋友什么时候来？然后你在这要坐多久？啊，最后才说，哦，原来我的包占了一个座子，旁边手机占了一个座子，然后我坐的一个座子，他也想坐。这边的出租车还是挺统一的啊，这个清一色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出租车，包括他们司机也是，头顶一块布，全是我最富啊。”Are you Kuwait? Yes. Oh, yeah. So Kuwait only 30% is from Kuwait. 70% is from other country. No. You can say the 60% from Kuwait and the other 40 from. We are foreigner. 40. Oh, 40 is from other country. 60% use Kuwait passport. Yes. Ah, yes, yes. Question. Yes. Usually is how much dinar you can make for one month? For working in Kuwait, it depends because you are asking me, for example, that you are asking how much my salary. Yeah. My salary 1,800 KD. 1,000. Wow, so good. Yeah. This guy also. I like your feeling. Yeah. For the clothes, it's more cold, right? Yes, yes. It's not hot.Not hot. Very cool. Even in the sun. Even also in the sun. Wow. Cool because it is made by cotton. Oh yeah, cotton. It is made by cotton. Yes, yes. I want to try it next. 这衣服是反光的，而且这个亮面很丝滑啊，就是它很凉快啊。It's not good. This hot. Yes. Black. Your trouser and your shirt. All the clothes is black. Yeah. Even in my back. This army, Malajesh, good army. Yes. Your suit is telling me your army suit. 这个包裹挺好看的啊。Can you teach me how? Yes, you must remove. Yeah, can you remove and? I will see you. حط مرة ثانية. لا. 这个头巾挺好看的，这个头巾挺好看的啊。You are put and. Yeah. أقلع مقيرة. Okay. 没头发。Okay. Zero hair. Zero, no problem. Okay, okay. Even you? No hair. Oh, no hair. Myself? Okay, why not? I remove it, don't worry. Oh, yeah, you have hair. Okay. 这大哥可以。头巾。Yes. 啊，披上啊。I'm sure. Good. Okay. Can I touch? Yes, I like this. Okay.哦，这是一个，哦，这个是个硬的 ，it's hard 啊，哎 ，before I think it's soft， it's hard， very hard。It's from wool。干，乌萨。Yes。哎呦。不露脸了，行。现在我们这个，坦哥带着我们见面了啊，拜拜。拜拜。Thank you。拜拜。What's your name？ 阿里。My name is 哈里。哈里，哈里 ，and 阿里。OK。拜拜。是还专门带了司机来啊，这个大巴道，哇，车里面好凉快啊！先去办个酒店还是怎么弄？他这个国家网上他说的那个有30%是本地居民，70%是那个没有本地国籍的人，是真的吗？这个？差不多，总体人口在400万左右。400万。然后
有70%是外国劳工。完了，之前有个人口统计，大概是这么说。哇塞，那相当于是三个外籍劳工服务一个本地人，是吧？可以这么说吧。Because that two guys is Kuwaiti. Yeah. Taxi driver. Yeah. Why? They're like maybe it's bidon. Like this. 哦，本国人开出租车司机很奇怪吗？这个是，他是那样，就是他们科威特这边有一种那个叫 bidon， 阿拉伯语叫 bidon， 是那个没有国籍的，就不算是科威特人，他们不算是在科威特特别富的那种。就是说他这个是本国人，但是他不一定有本国国籍，是吧？可以这么说，就是他跟真正的科威特人应该还是不太一样的。哦，就说明就是科威特人可能底层工作就不会干，因为这个福利就够了。对，他们福利特别好。